苏澳镇长李明哲陪同民进党宜兰立委候选人陈俊宇沿街握手拜票，争取最大支持。 一伙人也到南方澳南天宫焚香祈福，近期国民党质疑他论文抄袭，陈俊宇邀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黄春庭到庙中发誓，说谎者退选跳岗，苦等半小时，耽谋郎。进入的论文，哦，我的论文是没有抄袭的，哦，如果要谈惩罚，哦，要找拿大刀的关公发誓比较适合，哦，他说这个很无聊。 哦，我觉得你才无聊嘞！哦，你为什么一直要抹黑？黄春庭大秀厨艺，手作鱼丸准备要给支持者享用。宜兰选情五五坡，国民党团盟友论文议题，陈俊宇也批对手在议会质询率低，常用发早餐水果的方式来耗时间。他邀约我，但是我并没有以承诺说我要赴约。不管他请关老爷还是请城隍爷，哈，我想都要对他自己。 做出来的事情去负责。蓝绿互咬，民众党立委候选人陈婉慧则说，双方在他眼中都不及格，两人在议会出席率是50步笑百步。黄春庭很懒惰，只有10趴，没有错，他只有10趴的出席率，确实哦，不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议员了哈。那回头看一下陈俊宇算出来只有17趴。宜兰选情三卡都，蓝绿候选人支持度咬得难分难舍，攻防不断。三新闻黄国亮报。